超难过。你再怎么样，你要先选我，你怎么会去选啦啦队呢？你有病！你负多少责任，我就付你多少钱。你是在买牛奶？我告诉你，长得帅最重要。他呢是以赚钱为主，他的感情不谈，就一直冲事业。那后来有改变吗？你说怕我老了以后不是孤独啊？孤独，他也是害怕我这样子。对，我们真的。有你们呢、啊？比如说你往生的那一天，以我们的家庭，我应该可以站在家属那边吧？你应该是，我应该也是这种，对，这种关系，家属哪里，对，是吧？我们的感觉，所以我有你啊，我怕什么？对，可是你们那么会喝，我会被你喝死。那你就先死啊！你觉得男人几岁开始成熟？差不多40岁，你赚多少钱，差不多就决定了。没有啊，可是你喜欢 UK 的，你真的相信就是有人 UK 妹妹真的爱你？不会，不相信，不相信，那我就放心。我超难过，哎，我看那个新闻，我超难过。你怎么？你再怎么样，你要先选我，你怎么会去选啦啦队呢？你有病哦！那个板子给我来。我们题目说，如果你身有100块的话，怎么搭配你男朋友的条件？2个50块，这样就100块。你是转扭蛋了，2个50块。长得帅，而且就是2次50、50块。为什么呢？这些都没有用，这些都可以用钱。责任感呢？责任感没有用，用钱啊。也可以啊，为什么？怎么用钱？责任感？你付多少责任，我就付你多少钱。你是在买牛奶？我告诉你，长得帅最重要，不管你长得再丑跟帅都会劈腿，你至少用过帅的。哦，该我来勾对不对？哎呀，好难选。真你，这样都多少钱呢？太假，好假哦。完美啊，完美，完美。他刚刚圈选的这三样，对，他不要，其他都是不要。你了解他，沟通什么？对不对？根本不需要沟通的，人家这里痛。对，真的。沟通什么？马上拉拉的衣服都全换新的。脾气好，他哪有脾气好？对呀，还有单纯，更不单纯，不可能单纯的。好，拿来，小姐，来，我敬你。